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下周日晚，天天向上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，用音乐致敬我们的美好时代。欢迎来到天天时光派对，国内流行乐一姐程方圆，第一次口女王张强经典再续。江河来 crawfish pie Philly gumbo， 我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。畅聊那些年的流行时尚，那个线呀，能甩出多少个花来？你从哪里来？这儿甩甩，哎，然后兜儿再这么一甩，然后哦，就这样，哇！叫砖头录音机，81年、82年一直保留到现在，这是我第一张专辑，这老古董了，87年的。当时啊，张强姐被誉为是 disco 女王，因为我血液里好像就比较奔放，我心狂野。造的那个，哎，那上哪儿造去呢？那个时候，家庭舞会，什么有色金属研究院、新影、北影，我都去。天哪，这大都深入人心，畅想时代记忆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床头，不幸同情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好好听，好经典啊！我从参加《深入人心》啊，我就我瘦了20斤，20斤。什么？这个节目怎么去啊？我中国第一支霹雳舞冠军小虎队30年后重聚首，震撼全场。三位自我介绍一下，并报下自己年纪。今年50岁。51岁。我52岁。哇，我们比那个台湾小虎队还要猛。擦玻璃。对，擦玻璃。哦，擦玻璃。拉绳子吧，做一下传电啊。下周日晚10点，让我们一同追忆那些年你唱过的歌、跳过的舞、追过的流行。这一次不仅仅是音乐与时光的重逢，更是我们与整个时代的重聚。